今天很高兴，因为焦点的这个聚会，所以我可以来参加赵正明赵老师的一个私塾。这真是很难得的机会，因为你很难得可以跟一个时报出版一个董事长这么近距离的跟他聊天。他是我们每个人自我介绍嘛，他从我们每个人自我介绍，然后我们的公司或者是我们在社会上有什么问题，他会一一的为我们解说，那说未来我们可能可以怎么做？他给我们很多一些新的想法，很多实用的想法。那当然，他借用他媒体界的经验来教我说，我们如何跟媒体打好关系啊？那我们如何利用媒体，让我们的公关部门啊、行销部门啊，可以得到一个最大的一个效果啊？我觉得今天还真的还蛮有帮助的，因为我做的也是跟旅游相关的 APP。那他也导引了说，那我这个该怎么做？之后怎么跟他们一起应用？我觉得今天是很难得的一个经验。